你快点习惯，我不能没有你。殿下，太妃娘娘来了。进来。是。贺喜殿下，这一仗打得漂亮，击溃蛮人，打败吕敖，稳坐爵位。多谢掌门妙计，提前调走了魏玄的影卫，削弱了王兄的兵力，再骗劫先一步攻城，与魏玄周旋，待他们两败俱伤之时，本王再出现救场。这样全城的兵力见北仓入侵，不得不以大义为重，暂时放下王兄的事情，助本王一臂之力对抗北仓。劫这个人一向机警，不知掌门用了何种妙计才使他中了埋伏。我之前扮作林千司时跟他商定好，谋反之时林家兵力表面借给纪王殿下，实则用来帮助蛮人攻城，他信了才有了这个局。真是精彩啊，掌门果真智勇双全。不过近期要委屈您继续扮作灵妃，等之后彻儿下狱宣布灵妃自缢身亡之后，您就可以恢复巫族掌门崇高的身份了，那时您就可以名正言顺来一齐拜会，到时记得助我儿一臂之力啊。太妃放心，能与巫族之主议事的自然是一齐君主，虽然殿下尚未即位，不过早已被我们巫族认可，殿下就是一齐的新王。王兄已死，本王继位名正言顺，再加上我杀了北仓太子，稳固了一齐之地的功劳，想必也没有人敢多说什么。您的即位大典，巫族一定会送上厚礼，不过在此之前请殿下履行承诺，在一齐境内抓捕米七七。没问题，即刻下令追捕。